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. 又到了新的一期，这期是会，哒啦，四期。然后我的房子现在目前已经这么大了，三个房间差不多就这么宽。我量一下，看一下具体有多长。从这边到这边，差不多，哎呦，不止，差不多有73公分，这么长，73公分这么大的件，然后它之后就会往上长这么大。现在，目前搭建进度，啊，20号是。有开始搭了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白色的墙在这边，然后我还没有粘紧，所以它的墙有点垮。哎呦，三个房间的墙，然后它附了一些小玩具在这里，这个超级可爱，然后还有一些小方块，这个会是在会用到这个小人，看到了吗？非常小。然后再来第21期，继续搭这个墙，然后是会有一个小凳子跟小叉子。之后22、23，哇，好可爱哦！22就是有很多的这个。看不太出来，它其实拼完之后就会有很多这个小罐子、椅子，然后跟墙面。23是会做一个小柜子跟一个植物。23的材料包，就是会有一个小柜子的那个木片，然后我们要自己把它煮起来，然后之后就是一个小植物，已经成型的小植物。好了，那我要继续拼我的房子了。Hello everybody， 又到了新的一期，应该是这样子，22、23，先从20开始，看一下杂志内容是什么鬼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个神话故事。我对这个人真的也不是很熟悉。啊，没有了，就这样。我翻太快了吗？太搞笑了，就这样子，欺骗我的感情。这本杂志就介绍了一个什么大力士之类的，太烂了。哎，我很悲伤。下一个，21期是介绍什么呢？现在怎么样？一直敷衍我，也太少了吧。小美人鱼跟小美人鱼的朋友们找到的宝藏是一把叉子，然后还有灯，代表着他向往人类的生活。哎，太少了，22，越来越少东西了，我觉得很难过。耶，高飞 ，The Art of Skiing。滑雪里面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啊？哦，爱丽丝梦游仙境。但我怎么从来不记得有这个，这是什么花还是蝴蝶还是什么东西的小动物？
然后另外一边就是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一些故事的经历。嗯，就这样子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好丰富哦，就是在洞口外跟洞口内，很细致哎，这个图好看好看哦，就是他们在宣传的时候用的图，很好看耶。好啦，这就是22。23是什么嘞？啊，Pocahontas 那个风中奇缘。哇，其实我好像没有什么认真看过风中奇缘，感觉可以再来看一下 Pocahontas。结束了，就是这4期的杂志内容。